哎呀，云的时间是不是过了？怎么出这 O 呢？云的概率百分百出了这 O。出哪儿了？不知道。那个东西啊，估计是这边的小河。O 有了吗？有，有了吧？上次不是？啊，对对对，说起灵了，我再弄上那个安抚之灵。你我这儿就有一个。哎，那给我，省得我去找了，安抚一下我的属性空。嘿嘿，顺便丢给你个垃圾。快走！哎，回头转上捡上了一个红石。满地垃圾了，我看多少了？155。身上有一堆经验糖果，我拿出来。有海神铃，海神铃铛是不是叫海神铃铛？好像是。另外一个叫什么铃铛？叫凤凰铃铛。火神铃铛。黎明有几率响，但低得可怜。哦，只能每个黎明，那一直 time set day 不就行了？有道理哈。响了为止。阿云。那我是不是应该现在就把铃铛挂上？给次机会吧，阿云。不不，先专心收了阿云。哎，见了。你有碰撞体，快。找到了。哦，看到了。我上。我上吧。确定？啊。哎呦，这么给力啊！这次。帮我盯着点，我把专业团队换出来。好好好。这次居然主动请战抓阿云。王牌飞行员申请出战。秋林武，你先飞着。在这儿，哎，我飞得好高啊！二周四飞得好快，我发现随便一点就唰就出去了。抓阿云，暴风躲避，他是一个暴风的人啊！记他的招，他用了起风，暴风起风了，点点点点点。再见。不用了。追求完美。他没有效果不佳啊！必锤，必锤。好，三招了啊！恶波动，恶波动，齐了。好嘞，那他没戏了。好的，献祭球又忘了，谢谢。很好，挣脱了。让我算算啊。你算什么呀？有什么好算的？对对对，再扔一个高级球，我就扔计时球，这样正好是十回合。你现在扔也行啊。正好十回合，我算着呢。行吧。你看现在场上这几个人全都是多属性，多厉害！外面还有一只属性空。所有多属性的人都在这儿了，还有银斑战兽。不，多属性空没有多属性啊，银斑战兽才多属性呢。属性空也有吧 ？AR 系统吗？不是。阿云也好歹也是雷家的兄弟，雷卷云他的名字叫。这只大尾力有两把刷子。哎呀，这龙卷云这么难抓呀！刚黑你，带垃圾。带垃。得垃圾，得垃圾！你在空中吸不上啊？我在天上吗？我在地上啊！你看我屏幕，看我屏幕，给我丢就可以了。我看啊，你在宙斯前面的台阶下面，所以你在差不多这儿是吧？对，差不多，是不是？这儿我应该能吸上多少个？20个。你帮我领了吗？哎呀，我先给你的。吸上吗？没有反应。我看哪个到底？哎，我现在就站你面前是吧？啊，我要往那边去，往这边扔。这个事儿成功过吗？成功过，我记得你给我送过球。算了，我这50多个计时球，你抓着吧。你还50多个，你就问我要球，你也太悲观了，你啊！收走，收走，收走。你还有50多个，你还着急要什么球？终于抓住阿云了，退一下再进，我已经进入虚空状态了。完成了1/10，还不错吧？说什么意思？你的进度，就是你抓了1/10的宝可梦呗？收集了10%的图鉴，也就是说800图鉴的话，你收集了80只，这也不少啦。把它放到另外两个云，我的，还给你。三云旗，很好。哎，但是哎呀，这个。那个什么有没有啊？什么呀？现行镜啊？有。快，给我个现行镜。找找。
它仨形态不一样。我哎，我好像看见了，就上一个香。对呀，我还得烧美露塔去呢。我很痛苦。雷电云线变了，这么快？来，给你现个形。你直接撸了你，你直接点它一下，让它现形不行吗？不是，你让他们三个都变成那个形态不行吗？这个形态帅，哪有那个形态多帅啊？这样抱着手帅。我喜欢这个形态。你呀什么呀？我那个洛奇亚我不着急，因为我想要等到两个铃铛都凑齐了之后再去收他们。所以我们先搞下一个项目。美露塔。所以烧矿去，我得。你烧矿去。哎，现在调过了是吧？对，应该很容易就能烧出来。走，我也想要看看它怎么出来的。你在哪屋烧？我还没烧上呢。烧上，我想见证它的出现。烧这些。但是现在是烧多少块出现的是吧？100块。那岂不是很轻松？这就64块了。好的。我这身上还有41块。齐了。我想领球去。从概率来说已经够了，我在这死等它。收服后有概率变百变怪。谁呀？美露坦啊。啊？这可太惨了。随机生成啊？对啊。而且不会提示，所以应该在外面，不要在房子里。在房子里，它生成在哪个屋里，你上哪找？哦，多弄几个熔炉，又有道理啊！谁烧出来算谁的。我放这儿吧去。所以20×20的范围内都有可能出它，得一直在这儿转一转。设置美露坦在融化矿物时出现的概率现在是3072，谁说是100？改改，改50吧。米露三在捕捉时变成百变怪的几率0.25，把铁拿出来才出。怎么可能？都那么说。出了，好容易抓呀，5级。这一个点就完事儿。一个点，一个等级球，直接收走。他不会有猛撞吧？应该不会。我直接先扔个等级球吧。你先扔个先机球。啊，先机球，先机球，避免他有猛撞。只有5级，挣脱了。他用了电击灵，影响不到我，很傻。我再用个等级球试试。我还是点他吧，我还是点他吧。等级球8倍啊，他才5级，最高就是8倍。那我还是点他一下吧。我电。等级球，这是点到一血了吗？我怎么看血槽还有这么多呢？他一共才5级，他顶多也就10几滴血，我估计。等级球，抓住了，没变，收到了，不加不减，挺好，这货怎么进化？等级吧，把它放第一位，烧400个铁啊。那你还有矿吗？快来矿！我还有11个。把美露坦放出来，放熔炉旁边。这又是什么鬼？然后烧铁，它就会进化。又出一个。那是你的。这是我的，但是刚才大家说又出一个，快来找找。不可能啊！真的？喏。哦。快，你再来收一个。你收一个一起看看它怎么进化。闲的呀。哎，5级，烧带手就收了，收的。哎呦。哦。我这老厉害。到底怎么进化？不，我用那个什么，我看看，我那个，你神奇宝贝百科上怎么说的？各位，麻痹了吗？麻痹了。四血麻痹，等级球还抓不住啊？抓不住，以后没抓住再见了。我那个很容易就抓住了，我再给你找一只出来。不要，我不抓了。这玩意儿那么难抓吗？让我来看一下百科上面怎么说的。百科上面说无进化方式。哈？哦，这儿有400颗美露坦糖果，
美露坦糖果，充满能量的糖果，能让特定宝可梦的所有能力上升。给他吃400颗美露坦糖果。那是什么东西？没有关于美露美塔的选项啊。哎呀，生成基格尔德细胞这个概率也不能调。哦，我得创造才能用编辑器。等级19，你看看，等级19，熔炼19，等级跟熔炼是一样的。熔炼改成400就行了，熔炼改不了，可是。那等级改成400？难道等级改成提到400才行？把美露坦放到队伍里烧400个矿石，进化成美露美塔。就是烧400个矿石，把它放在第一位。啥都行吧。哎，我刚才的机子呢？在这儿。哎呀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出了！你再来一个不？我不来了。烧400块。很我看，那我又拿了之后看变了吗？62了。刚才19跟等级一样是碰巧。嗯。是碰巧一样了。你看，只要烧了矿，它就会长这个数。对，所以得把这个数练到62，不是练到400，不是400。对，刚才这两个19一样的，是碰巧而已。煤行不行？只能金属是吧？废话，煤挖出来就是煤，你怎么练？哎呀，400块啊，家里面有没有？应该是没有吧。我身上倒是有一大堆煤。煤也有用，可以用来练。我多做点熔炉吧。我能做的就是多做点熔炉了。行，我能做的就是下矿了。快吧，下吧。你想找到金子，你一时半会儿也找不着。啥呀？金子多简单呀、啊！铝行吗？模组里边的。不行，我猜你就铁吧，你就铁就得了，铁最多，然后还最有可能，因为它是绿宝石，这还有一点绿宝石。它是钢嘛，它是。啊！我有精准采集，挖的都是石头。啊，心累啊！那我得把这些石头再摆出来，摆出来重挖一遍。哎呀，还掉坑里了！哎呀，太惨了。哦，你们说了个恰雷姆 boss， 恰雷，就等你的矿了。我这都摆好了，煤也挖着点啊。我身上两组煤呢。啊，好好好，足够足够足够。要不创造一个？创造啥呀？拿矿啊。哼哼。你正有此意吗？呵呵呵呵。嗯。矿洞里面。你为什么要拿铁矿去赌呢？你在收集铁矿。因为我没有其他的了，反正铁矿待会儿还可以挖。需要400个。啊。你说你有50个了。对。我看看大家的意哦，大家说拿得了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来吧，你把你的拿回来凑上，也就算差不多了。9个，9个炉子，你把啊，你来拿，然后把煤炭。先把我身上的。嗯，匀进去，来放碟。哎，是不是得我放？因为美露坦在我这儿。不，你只要拿就可以了。哦，对，我只要把它拿出来就行。嗯，我来放。我只管拿。熔炉熊熊的烈火已经烧起来了。等到我一顿拿，你一共烧了多少？每个一组是吧？对，600个足够了，是不是？啊，400个。嗯。刚才已经到了60多个了，美露坦绝对是抓的。哎，对，待会儿这些一拿出来，周围会出好多美露坦。嗯。噼啪噼啪啪的。我有9万块了，刚才花到20000多，现在有9万块了。这么小的大嘴巴 boss。哎，美露坦的性格从浮躁变成了固执。哎，真的。加工机捡特工极品了，为啥呀？不知道，刚才不是用编辑器改它的等级，然后改变宝可梦吗？哦，随机改变了。雷帽子，抓进来烧了，在那呢？在那呢。大毛虫，你去不？我去干啥呀？我去收经验啊。也行，我收吧。毕竟我有去嘞。我有钙。不要。我收，我需要经验。不行。我需要经验。不行。是吧？在哪儿？嘿！哎呀呀呀呀！疼啊！
死我了。我让你去你还不去，现在就跟我抢。我开始收铁锭了。哼，哎，我扔了呢。来，全部收走。到了收获的时刻了。刚才又扔到后面去了。哦，果然又出米露坦了。嗯，这又出来个。嗯，那也有。嗯，这样肯定够了，感觉。Nice， 喵花一百级。这样肯定够了。看看，不够。才424啊？不是400吗？啊，对呀，424了都已经。哦哦，那是刚刚我又拿了几个。哦刚刚我又拿了25，我巧不巧刚才差一个。哼。刚才399。现在424，那够了，那够了，哇，这么巧吗？来，我居然顺手就拿了个399，来了，我的麦卢梅塔，也没有大很多，也没有大很多，对啊，给我改成巨大，来吧，这才像样嘛，这才像样。梅露梅塔，让我看看啊，固执性格，极品，虽然只有26级，但是它很极品。然后满地都是梅露坦，都没人要。这还有，不稀罕了，居然没人稀罕，回家。